今次呢只歌咧，就是讲一个人咧都系唔会孤独，一个人咧系可以好精彩，一个人可以出发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嘅，咁所以就叫做独行派对。但自己系咪都好多时一个人去做好多嘢？是的，我一個人都做很多事的，譬如說一個人去游泳，一個人去做 gym， 一個人去吃飯，一個人去燒東西吃，一個人去打邊爐，一個人是的，我都可以的。有些人說，你一個人去燒東西吃不會悶嗎？我不會的我真的不會悶的，一個人燒東西吃，因為現在很多燒烤場是可以就是一個人走進去你就可以燒，燒完就跟著可以走的嘛。那譬如我那晚，譬如我又想不到吃什麼，那我又剛剛做完運動或者什麼都好，那跟著就自己駕駛車去哪裡吃飯好呢，想不到去燒烤場，那就自己一個人去燒東西吃，那我覺得是挺有趣的。那就吃完那跟著就走咯，又不用預備嘢食嘅，咁我覺得而家係好方便嘅，咁所以一個人燒嘢食唔係一個問題嚟㗎。但係喺啲公眾場合，自己一個人會唔會話尷尬嘅咩？我都唔會喎，咁你認到咪認到咯，咁你又要食，我又要食啫嘛，咁大家都要燒嘢食，咁最多佢咪會過嚟同我影幅相咁咯，咁我覺得係冇問題嘅，係啊，咁可能即係如果即係想同大家分享，即係你有一啲時候係雖然可能一個人。但是你可能你去到異國的時候，可能你遇到另外一個人呢，你怎知道，是不是這個世界你不走出去就只是坐在家打機的，那我真的幫不到你咯。首歌今天都說要說你啊，哦，我都一笑得那麼開心的你